看这一题，他说一工人哈、站在屋顶上哈，利用绳子哈、欲将一水桶拉上来，啊，施力是150牛顿，那水桶的总质量是10公斤，哦，这 m 哈是等于10啊。那么他问哈、水桶上升的加速度，啊，把对象定在水桶上面，哦 ，F 是150嘛，减掉 mg， 10乘以重力加速度 ，g 是10，等于 ma， 那这样呢 ，a 就可以算出来了，约掉一个零，15减5是5的，所以哈、a 就等于，所以是5公尺每秒每秒。所以答案是5。